广场真王，来了个。啊，北方的雪，北方的雪。哎呀，看雪还是得来北方啊。哇，样子也太有食欲了。我和人量也太多了，我已经吃了一轮了，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。南方人还往里加料呢，我今天没加料我都吃不进去。好吃是好吃，太顶了，特别是这个馍，就是这个馍。你先尝一下这个，这个是馍吧，应该叫馍。房间，小窝有点乱，刚回来。台子上没什么东西，只有他们了。猜猜我现在在哪儿？杭州东站。训练训练，开始新的备战，准备进登机。那就要起飞了，我要睡觉上飞机了。跟这个美丽的城市说拜拜，我们下个比赛见。